扣子竟然出现缝隙，长腿弯腰洗车。林家傻大姐有脸有胸有长腿极品。打给贺，连假的开始大家四四都出去玩了呢。出门玩塞在车阵中，那就看看妹提提神好了。今天这个妹子我个人是很喜欢，看起来有种邻家傻大子的感觉，身材也是姐姐型的呢。子姐通常在口语中多称为子子、姐姐或家子，中国古代又称女兄，一般来是用来称呼比自己年长而又是同一父亲或母亲所生的女性，有时也有用作叫自己年长的女性朋友的称呼，或用作对女性的尊称，如对陌生女子称呼大子，相当于称呼男性的大哥、老兄、兄台，而今年在中国大陆也用作代替小姐的称谓。洗车是指清洗汽车的外部，有时也包括汽车的内部装潢，或者是摩托车外部。洗车有自助式，由洗车机全自动清洗，或是由洗车人员清洗。现在的洗车机可以全自动的洗车，不过洗车在早期也不是如此的先进。1946年第一个半自动的洗车厂在美国问世，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商业的洗车服务。1946年之后，洗车也在数量以及其洗制程度上都大幅提升。